放了260多块，看起来很像电话墙的女生。这个是 dating 男嘉宾都会有的，比较喜欢谁呢？就是会有比较多的东西。现在其实 Elisa 最爱的是非常丑的真名。嗨，大家，今天呢是一个星期五的下午3点，然后现在我已经大概把我的工作完成一半了，然后现在呢我要赶着去三威买衣服逛街，因为明天呢我们就有一个 Christmas party， 然后主题呢叫做闪亮亮圣诞节，但是我的衣柜里面完全没有闪亮亮的衣服，也没有来得及在淘宝买，所以现在我要去三威去找闪亮亮衣服，非常的 last minute， but 好过没有啦。然后而且我也不想要明天去，因为明天是星期六嘛，星期六一定很多人，我就不想要人挤人在那边 try 衣服，所以我就觉得星期五应该没那么多人，而且三点这个时间应该还好，所以现在我就要赶着去 shopping 先， shopping 完了我才回来工作。对，我的计划就这样， let's go。大家，我们今天要来的是 H&M。听说 H&M 这一季有很多 bling bling 的衣服。首先这里就有一个，我们来进去看。好的，大家，我现在已经回到家了，然后我来 H&M 买了衣服，给你们看我的衣服买了什么。很贵啊，这件衣服可是我自己很喜欢，因为我家里呢就没有这种比较高级感的衣服。但是这种衣服如果你穿在一个不适合的场合，你很容易变成雕花墙的女生。然后呢我的饰品呢会是这个耳环，这耳环蛮便宜爆嘞，19块，不会讲太贵了，我希望它不会氧化。希望明天可以美美的登场啊！可是那耳环好像看起来不明显哦。啊！我希望明天不要穿出距离感，拜托。然后其实我在 H&M 又买了另外一件衣服，因为我很喜欢。这个没有很贵，这个40块啊，还是贵了，还是贵。它就是最近很红这种 like butterfly 的下摆样子，那个质感超好，我就很喜欢，我就买回家。OK， 就这样。今天的衣服haul就到这里，用了多少钱啊？260多块。不要跟我妈咪讲，拜拜。Hey guys， 我已经装扮好了，这是我今天的闪亮亮 outfit， 我很怕哦，看起来很像电话墙的女生，怎么办呢？我应该不会吧？我有点担心哎，应该不会吧？大家请 comment down below， 你们觉得有没有很像雕花厂的女生？真的很怕，还是我要不要夹个头发，这样子看起来比较可爱 ？OK， 我夹。OK， 我觉得这样子会比较好看，套上一个小外套就出门。毕竟嘛，我还是要经过楼下 security guard， 等一下那 security guard 以为我真的是去吊花。啊，应该没有很像吊花厂的吧？我真的很担心，有像吗？啊，没有，没有像，完全没有像。好啦，就这样啦 ，Let's go！ 大家给你们看，我今天要送出的礼物竟然有这么多 ！Oh my god， 今天是圣诞老人。我们现在来到这个 party， 在炸鱼炸肉的家，你们记得这个门吗？是的，没有错，是撞门博主撞出来的哦。然后我准备了一个礼物，你笑屁哦，你笑屁哦。准备了一个礼物要给 Ivan 的。哇，我好开心哦。这个是我给 dating 男嘉宾都会有的。至于我比较喜欢谁呢？它的里面就是会有比较多的东西，这样你们自己就去看一下咯。哎，我以为只有我一个吧。你要不要拿出来看？我很仔细在包装。我是在包装。可是你要现在开啊，不要了。对啊，这样他们就知道我比较喜欢谁了。圣诞节快乐！谢谢。还有谢谢你参加我的 dating 节目。谢谢。Sonia。
这是我专属吗？等一下，好像对到眼了。我要跟每个人讲专属，因为每个人都很好。那我没说这句话，那我先走了，谢谢。你看，我还有纸巾包装，还有其他的嘞。这次是比较的可以看那种，最好是比较的菜。如果每个人都喜欢的话，这样我就看不到。哈哈哈哈哈！啊，简直是。像不像比起圣的万圣节那个好多了，万圣节真的不好来干嘛，都没有就是进入状态的概念。大家，我要给你们看最特别的人物，快开，快开，不要，那个我确定，我选中 RGB 的颜色。他好像接下来要挑那种什么 remix 版的。七彩霓虹灯。我刚听到一个广播，是我的礼物是今天免税单。真的不需要。这小姐真的给确定？哎，把花枝收起来。OK， 我要收起来。我要在他来之前准备好我的申请。我跳下去。可以，想做什么？我的感觉是什么呢？我希望可以拿到礼物，换礼物好礼物都 OK。拍到他们？哦，有拍到他们。OK， 你这个角度刚好拍到他们。嗨 ，Alexander， 什么？我知道，这个原来是在这里是吗？好啦，拜拜大家，我好好享受喽。他是盖下盖下三只狗就好好享受喽。好哦，拜拜。现在呢，我们来一个小小的 ice breaking。好，请大家接受惩罚。不要说那个。哇！这严肃。不正。安静。那你说礼物啊？想抽到真灵。对耶，对。现在得停抽，我还是希望来抽。大家大家，报告一下，真灵的礼物被他拿走了，所以我没有得拿了。哇，好奇怪。还是三个人去吧。哇，有多烂啊，有多烂！哎，谁是在换礼物送口香糖？哇，你们也可以。我觉得是 condom， 还用过的。用过的。真的用过的口香糖。男朋友，你懂吗？你可以用。大家，这一份是我的坏礼物哦。我操你啊！
这下午茶的概念有 donut， 有这个面包，还有这个。谢谢，谢谢，大家节目来到尾声了，我还有一个很有感动哎，原来是在 Elisa 最爱的是，是我吗？难道？每一个都有算吗？可是我这话，可是我是这个 Y。因为刚刚你们自己明明的 Y， 我没有，我就讲我每一个嘉宾给我送，就看一下我最喜欢哪一个，谁的里面就有更多。这样我快点看，不要让你回去看、啊。回去看，我会拍，谢谢谢谢。You're welcome。谢谢谢谢，来一个 kiss。OK， 拜拜 ，Merry Christmas。Merry Christmas。Good morning， 已经不是 morning 了，已经是 afternoon 了。我刚刚吃完我的午餐，然后再看这常勇的 travel vlog。然后 ，sorry， 左边不要看，左边我在晒着我内衣，因为外面在下雨。Anyway， 呀，这是我现在的状况。这 super chill Sunday， 然后我很喜欢这样子 Sunday。Like 早上就是洗完车，清理完家里，可能晒衣服，然后就坐下来吃午餐看戏，一整天都没有 plan 的一天，然后不用做工，什么都不用，就是很爽，很开心。昨天抽到 Sonia 的坏礼物，就是 Don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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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ear 口香糖，因为我真的很喜欢吃口香糖，这坏礼物真的太好了，我很喜欢，谢谢 Sonia。嗨大家 ，It's another vlogmas。然后为什么我突然拍呢？是因为我现在看着 Nuria 妈的 vlogmas， 给你们看。她是一个住在英国的一个YouTuber 啦，然后最近已经晋升为一个 fashion Instagrammer。因为其实我从她很小的时候就开始看她。Anyway， 我现在要化妆，我要拍小红书 content， 关于圣诞节的礼盒推荐。我最近几乎每一天都在化妆，不是出 event 就出门，然后拍东西。简单来说，有点实现了我小时候的梦想，因为我小时候就是希望可以做一些工作是可以扮美美的，结果就是这样子。不是讲不好啦，但 我的皮肤最近有点长痘痘，就是因为我化太多妆了，脸可能没有卸干净啊。然后很多人在问我的粉底用哪一个，因为看起来很好，就是这个 Estine 的，我的色号是 LP110， 超赞，真的是很好用。而且我是蓝盾哦，蓝盾适合干肌。现在我已经迅速化好妆，然后我现在要夹头发。但是今天呢，我不打算夹那个蛋卷头，因为太麻烦，蛋卷头用很长时间。所以现在我要打算夹直，但是我要给你们秀一下，每次夹头发之前都会用什么护发，因为我这个头发呢已经漂过两次，染过无数次。做造型其实很上头发了，如果很急的话，我用 Argan Oil 啦，这个在 Watson Garden 都可以买到，这个很赞，而且很便宜。那天我装扮好了，然后现在呢，我要准备拍小红书的影片。来给你们看一下 sneak peek， 这些呢都是我推荐给大家买的一些圣诞节礼物啊，很适合送人，然后全部都很有质感。如果想要听详情的话，记得锁住我的小红书哦。我不会在这里讲，你们自己去看我小红书。OK， 我要拍片了，拜。Feliz Navidad, Feliz Navidad, Prospero año y felicidad.